大家好，我是二号选手，我叫大钱，因为我是钱色的，所以很招财。我在家里排行老二，今年现在刚刚4个月了，我还有一个新型的小脚垫，对不对？特别特别的可爱。然后我们要开始我们的三号选手。三号选手你好，三号选手叫嘚瑟，她是最小的小妹妹，刚刚3个月了。我是最可爱的小嘚瑟，最温柔的小嘚瑟，也是最调皮的小嘚瑟。一号选手，隆重嘉宾，得出门在哪里呢？一号选手找不到了哦，谢谢你啊！我们的一号选手是大哥哥，我叫洛克，现在已经1岁3个月了，我是最大的宝宝，也是最乖的宝宝。你是最可爱的宝宝，我叫陆可，我是最先进入到家里来的。来，陆可给个帅帅的表情，来，哎，老钱儿来找爸爸啦，你们要好好的哟，乖乖的哟。